行动一下。那我们就数起来呗。可以啊。什么？说一下规则可以吗？我不知道。七跟七的倍数，就你就拍一下掌。明白。那我先开始了。好、啊。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游戏 bug， 游戏黑洞哎！他好像不是很积极，在那个游戏的氛围里。那肯定啊，那三个姐妹基本上现在都有。对对。不会觉得很自卑吧？我就是怕这个，包括前面没收到什么信什么的，都会有影响。所以你如果真的觉得现在的男生没有人和我有那么直接的情感共振的话，反而放松。对，就是自然展现。我觉得是。是不是要抽个惩罚？有那个真心话大冒险。有没有男生想带他的呀？对，有没有男生？哎，那我来吧。勇气的时候到了，他就是暖的行为，应该要这样。被所有玩家玩弄头发，来吧。在这环境里，小马和十一呢，他俩都其实比较放松。是的，是。但是小马的很多反应和应激要比十一要更自然、更主动、更好一点。小马就是简单可爱型的，嗯。小毛是老总嘛。然后申哥呢，先是努力型，然后努力完了之后还是有点紧，太紧了，然后又。